演而优则唱的陈妍希五日在台北举办首张专辑 Miss Sorry 的签唱会，好友郭采洁特地前来站台。不过日前郭采洁与导演陈俊霖的一段旧情被炒得沸沸扬扬，有自称男方的密友爆料两人曾论及婚嫁，后却因郭采洁劈腿恋上杨佑宁而分手。对此陈妍希当日就巧妙主动的令自己中枪，不动声色替好友叫起屈来。我有看到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很 sorry 的，就是他们两个的好朋友不就是我吗？那我没有去秘密的爆料啊，就是那个秘密爆料者到底是谁呢？就是这种很没有事实根据的爆料，其实对艺人是很伤害的。我觉得真的大家不用理，然后我觉得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。而下月九日，陈妍希还将举办一场小型的音乐分享会，届时会唱六首专辑新歌以及另外三首其他歌曲，也让她坦言有些紧张，并为此正努力特别准备当中。就是每天会需要把所有的歌至少都唱一遍，就是让自己习惯，一次可以唱那么多首歌。会担心忘词？其实会耶，就是以前都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歌手会忘词？可是当你站在那个台上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真的会觉得，那下一句是什么？然后我觉得。